在就读于在布拉格的，让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原因啊，没错。去年呢是在决定加入到美国职棒大联盟的费城人队，自己的一个想法，国外去，我们也祝福他在未来高强度的这些打者，对，土量，对，他个子又非常高，这个球被啊，一直想要不要球速，对。那比赛当中，在今天之前的两场比赛，其实把投手的球打出去，最好是全垒打，安打也不错。满球数结束了，三个球。